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给这一台一群的1010对频，看看能不能跟 T16S 对频。首先要给这台1010上电，好，上电以后它就不会对到频，那个对频灯会闪烁。那我们现在要来。我已经设定了一组是1010的这个模型，那我们按 MDL 键按下去以后，滚轮往左推，好，到这个 mode 的地方，我们要选 MOLTI 这个多协议，然后再往右推，好，按一下。好，选到 MZXQ， 按一下，再选1010，好，按一下 Enter， 再往右滚。好，这个 RFREQ Fine Tune， 我们选212，好，就对到频了哈。然后这个 by 按一下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完成。好，解锁，好，完成，谢谢各位同学观赏，下次见，拜拜。